我把声音调小一点啊，我心里其实已经有音乐的，但这个就尴尬。哎Hello， 腾讯视频圈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凯。哇，这么 rap 吗？这个。有一天，小王突发奇想去剪了个头发。有一天，小王突发奇想，突然去剪了一个中分。你猜他变成了谁？变成了小泉啊！在山上突然被困了四个傻子，只有你能解救他们，你选择救还是不救？救。救，你救四个傻子啊？那你选不救吗？我选不救。你不就是个傻子啊？A 和 C 的身高谁更高一点？当然是 C 啊。A 比 C 低嘛，所以 C 就会更高一点。够冷吧？emo 就是闷闷不乐的意思吧，差不多。嗯，经常有啊，拍戏啊，感情戏什么都很 emo 啊。有一点傻，永远的神，有一点帅。拉郎就是撮合两个人的意思，组 CP 的意思。三十啊，当然对了，要把二九三十。情歌王啊，不了吧，唱过了，在 Doki 大 party 的时候。榴莲。冰墩墩啊，鬼屋啊，回到过去，因为想从头再来一遍啊。核酸报告、行程码、健康码，叫我什么？靓仔啊？你想说溜冰什么？我在胡思乱想。数牌，打打篮球、跑跑步，还是三十好像。三一三二三三三四，完了三四张，来吧。不是吧？海鲜酱油啊，蒜蓉啊，香菜啊，香油啊。张无忌，因为他武功高强啊。看看电影啊。剧情片，我已经输了，不是，我不知道输到哪去了。徐凯你真好，徐凯你真好，哎，不是，杨花应该是那种软软的哦。徐凯你真好，不是，徐凯你真好，嗯，是，我也知道。笑的。跟我一起唱一定要啊，都出场就没有信心。这个梗过不去了，那你要回答什么？你先看完，我们有历历在目。其实我把声音调小一点啊，我心里其实已经有音乐的，尴尬。哎呀，可爱哦。等你被封唱跳第一人，你就不会说可爱了。很崩溃啊，我觉得应该也可以，也没那么难，但是拿那个麦一开口我就错了。A 童话，还有情非得已，还有我愿意，还有没有了。童话，明天我要嫁给你，我愿意，没有唱自己的。哦哦哦，好吧，好吧。曾以为我是那种纯洁，慢慢变。爱我别走。当然是 A， 那么爱你为什么？
己给自己加个惩罚吧。什么惩罚？没理由默了几遍都错了吗？模仿鹅吧，这个好模仿。A 六次吧，第七次，笑了。命运在我，其实。冰墩墩抖雪，嗯，来了。当然不是啦，哼，好的要死啊。简单，然后努力拖延症。当然会啦，讨厌你们，白爵，因为很讨厌他这么完美，这么优秀，这么好。如果是我的话都不救，如果是杨华的话他肯定会救秦师，如果是出战计划肯定会救姚子晴。谢谢你们把我的那个年纪都标出来了，27，很感动。打反了，得认真涂色。07，知道我今年7岁生日。还有这个鹰，五彩斑斓的鹰。他那个眼睛为什么我用黑的画呢？因为有黑眼圈了，像我一样。还有就是这个笑，我本来想他没有笑，我加想加一笔笑的，但是这个笔有点粗，一下加多了。还有星星爱心是送给你们的。哇，这么珍贵啊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上十，还有二八定律，还有就是雪鹰领主。迷航昆仑虚，我会接下来会一直努力产出更多作品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，然后一直陪我走下去，谢谢大家。